我们一起演过戏，你们记得吗？零一，零一，没什么印象。啊，我记得了，惠罗先锋二。sorry， 何梦嘴巴好像比较小。对，何梦比较帅。是啊。哦，我记得了，你就是那位灵眼，在片场笑很大声，然后一直偷拍人的灵眼。